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Ben， 欢迎收看本频道，很开心见到各位。身为游戏人，要知游戏事，大家都知道育碧的处境艰难，那我就不用多说。不过即便如此糟糕，内部员工透露育碧仍持续找来多元正确仔当高官，给他们优渥的薪水与更多特权，好让他们能用恶心的价值观教育基层。但问题是，这些正确仔几乎不会说英语或法语，导致语言隔阂，得浪费宝贵的时间在沟通上。育碧内部甚至有七组多元化团体，分别是亚太岛民、黑人员工、拉丁美洲、中东北非、心理酷儿、LGBTQIA、女性和非二元性别。育碧现在是要组什么正确英雄天团吗？这 buff 叠好叠满呢？找对做游戏充满兴趣的员工真的有这么困难吗？持续找来一些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多元正确宅到底能提供什么帮助？还是这些高官其实是内鬼，要故意搞坏育碧好让腾讯收购？另外，目前看来，找这些人来可能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根据这位创作者爆料，育碧内部人士在交谈时都很小心翼翼，因为一个无心之举很可能就会被人资部门约去喝茶。比如在讯息里加个笑脸，人资就会来找你；在句尾加个惊叹号，人资也会来找你。我的老天，这太恶心了吧！到底是有什么毛病？我看那些被找去谈谈的员工，可能都是这样回正确仔。You're fired！ 不然就是这样。You're fired！ 育碧真的很会赶走人才耶，我们就来看这间公司的下限究竟会到哪里，又会展出多少笑话给我们看。